阿木，所以没有办法像昨天面对钢铁人一样予取予求。对，李维廷拿着球就跳射，三分球有了，铁板烧来一个。过去在世新大学有蛮多持球进攻的机会，拿球动位寻找队友，大队角的转移，李维廷第二次外线出手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，就是他了。哇，火锅打的也是够准，而且还去冲抢这个球啊，所以哦，真的是把握机会好好展现一下阿木啊，所以用抛投的方式，所以陈范其实他的进攻手感是好的，对，哦，重点是他怎么样去跟队友配合，然后在场上有机会交的有些勉强，结果球被抄走了，林金榜带球做一个三线快攻，交到李威廷中距离急停跳投得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完全不需要去讨论。李威廷又命中了 field goal。